主人指点孩子穿着这句话绝对惹怒妈妈。我们家妹妹韩流，她穿的那高跟鞋走出去，婆婆妈妈说：“你不觉得她的脚趾会冷吗？”就是你们这种妈妈没有注意，才会让他们着凉。我碰过的是小婴儿坐在推车上，我会帮她穿鞋子穿袜子，也是阿丧，就说：“哎呦，这样她会冷，你怎么当妈妈的？”我就超级无敌生气。你脾气怎么真比我还差？今晚7点，东森中国台32频道医师好辣。